诅咒就是在那里发生的。上面已经决定全力支持兵工厂，把它变成一个大的产业。现在正是我们赚钱的大好时候啊！这叫什么惩罚？是死刑。 这个洞很明显是子弹造成的，那子弹去哪儿了呢？幽灵子弹出现，所有人都要死。如果不找到凶手，我们就一直罢工。我的局长大人，你可以搞清楚谁是老板。你没有秘密吗？隐藏秘密是件很痛苦的事。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心里面就踏实了。这年头，谁都一样。 我没管，我没错，不想管，也没错，不管，更没错。放！